公曰不是。曰焉知曾拨着一个会佛法矣，你凭个什么道理与魔道？师便喝，觉便打，师又喝，觉又打。师来日从法堂过，觉召院主，我直下以你昨日这两喝。师又喝，觉又打。师再喝，觉亦打。师曰：某甲于三圣师兄处，学得各宾主句，宗被师兄折到了也。愿与某甲各安乐法门。觉曰：这瞎汉，来这里那拜缺，脱下那衣，痛打一顿。师于檐下见得灵寂仙师，在黄柏处吃棒顶道理。师后开堂日，拈香曰：此一炷香，本为三圣师兄，三圣与我太姑，本为大觉师兄，大觉与我太奢，不如供养灵寂仙师。师谓客宾为纳曰：汝不久未倡导之师。宾曰：不入这宝舍。师曰：会了不入，不会了不入。曰：总不与魔。师便答曰：客宾为纳，法战不胜罚钱无关，设赞饭一堂。次日，师自白追曰：客宾为纳，法战不胜。